Station 係邊度啊 ？Underneath，thank you。快收。小的 bus 去到 Terminal 4，不然的话你会绕很大圈，你找不到 Terminal 4。从 T2 你就走出来，你才能到 bus to T4，真的很难找的哦。我爸说红斑鱼在我们那边不值钱，可是这里的红斑鱼拿来煮咖喱鱼头很好吃。有米其林认证，我觉得好吃。有些煮法跟我们那边不一样，不错，大推这间。